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正峰。今天呢，我又来跟各位介绍一些我们新的产品。我们呢，今天一样用我们的自动抖粉机搭配我们的 A3 整卷秒丝胶膜来印制我们的 logo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印制我们的秒丝胶膜，以及我们怎么烫印在我们的口罩上吧。好，那我们要如何使用我们的秒丝整卷 A3 的胶膜？很简单，我们一样将我们的胶膜放在我们的后方镜子。静止完之后呢，设定好图档，让我们的软体来做输出。输出完之后呢，我们一样靠我们的 A3 DTF 印秒机来做输出到我们的自动抖粉机这边。那我们印刷呢，到我们自动抖粉机的时候呢，首先呢会进到我们这边自动撒粉的地方，以及呢我们这里会有自动拍打我们抖粉的地方，再来到我们的烘烤箱，到我们这边烘烤，让我们的胶片烘干。烘干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到我们的后方的自动镜收纸的地方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自动抖粉机搭配我们的秒丝纸胶膜的方式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来让各位看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秒丝纸吧。